千金小姐哟。哦，딱저근신보다는어항상소지가납치당했을때샤오사가멋있게달려와서반출해주는장면어他说最难忘的就是每次小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小扎来救他的那个场景，每次都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就觉得英雄救美啊，好幸福这样子哦。복받았죠他说很开心因为有这么棒的帅哥解救他婆婆拉扎婆婆拉扎就是开心是不是幸福婆婆拉扎我们学一下婆婆拉扎一二三幸福婆婆拉扎婆婆拉扎婆婆奶茶啦好那雨薇呢在里头就是小沙